你的唯一。我知道现场可能 KTV 人觉得你疯了，在 KTV 就是要发疯啊，如果你不想发疯你去图书馆看书就好了，你干嘛在 KTV 呢？欢迎收看娜娜大师音乐 class， 今天要教你们如何设威嗨歌王嗨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 KTV 的时候点了一些嗨歌，而我那些场子却非常的冷呢？没有关系，今天娜娜老师就当医生来为你指点迷津，到底是哪一个步骤是 wrong 的，是错的。今天要教的是 amazing 三三呀。第一个步骤呢，要成为嗨歌王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超重点音，因为像这首歌的第一句是 in the room my， 这就是很正常的嘛。但是第二段有一样的旋律，完全都没有极限，那个没有。非常需要重点音的，你就是要给它大力的下去。我们来踩一踩看，来了，完全都没有极限，我已经喊了三十三年。还有一句也是这样哦，根本不可能喝醉，我还要再喊三十三年，就是这意思。没有，不可能，没有极限。接下来我们要示范失控尾音，刚刚已经唱过那一句了嘛，完全都没有极限。但是如果加上失控尾音，我们要怎么加呢？完全都没有极限，我已经喊了三十三年，我眼里的世界都像是你不可能一片。 Oh yeah， 这是你的尾音。我知道现场可能 KTV 人觉得你疯了，在 KTV 就是要发疯啊，如果你不想发疯你去图书馆看书就好了，你干嘛在 KTV 呢？但请不要嗑药，这是健康的发疯，不需要靠药物。你知道阿妹都会做球给现场观众吗？她不会 always 自己唱，她很多时候会请观众朋友一起唱。我相信呢，非常多人知道这一 part 是什么部分，可以跟观众一起互动，就是 OK OK 加我的阿妹。如果你连 OK 都要唱，现场观众情何以堪？你说是呗？这时候就是要请他们跟你一起唱 OK OK。 所以我们接下来示范，各位现场朋友一起来吧。 OK OK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把麦克风在那个时段 OK OK 加入我的旁边，台下的人如果都不跟你 OK OK 或 OS OS 或 No Way No Way， 你就摔麦现场离开。我说嘿，你说嘿，嘿好想跟你嘿嘿，好想跟你火接副歌怎么接呢？原本是谁也别想拒绝，你中间断掉嘞，中间不应该断掉的，谁没有拒绝？三三耶，就是要接上去才是爽。我现在示范一下，谁也别想拒绝。有没有感受到直接接上去那种感觉？要这样子，不要那边有断断断，这种地方没什么好断，就直接接上去。这首歌的尾声会有三个一点都不会累，它原本是这样嘛，一点都不会累，一点都不会累。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最后一句来，一点都不会累，然后结束对不对？哔哔哔，你就这样结束吗？嗨歌王会这么普通吗？最后要给他教一下，怎么叫呢？是有旋律的叫法，来示范一支，要记得抓出去哦。雷神，要听到那个点，一定要重。完美，这才是完美。Alright， 这样子大家都有没有学好了呢？是否都想成为嗨歌王，成为 KTV 里面的最瞩目的嗨歌王呢？我们也谢谢 Amazing， 谢谢 Amazing。今天的娜娜大师音乐 class 就到这。